来自南方都市报播报，北京时间今日凌晨 NBA 官方宣布联盟理事会正式通过22队复赛计划，暂定的复赛日期为北京时间8月1号，分别由目前的东西部前8名以及仍有希望竞争赛后季席位的6支球队共22队参加，剩余的常规赛赛程被缩短为每队8场，可能会举行资格锦标赛竞争东西部季后赛8号种子席位。这22支球队将前往奥兰多迪士尼乐园进行集中比赛。22支参赛球队包括13支西部球队，湖人、快船、掘金、爵士、雷霆、火箭、独行侠、灰熊、开拓者、鹈鹕、国王、马刺、太阳，以及9支东部球队，雄鹿、猛龙、凯尔特人、热火、步行者、76人、篮网、魔术、奇才、